喝那么多呀？好糊涂。我一直在外面等你。不用。水，啊，母亲，母亲，我怎么在你们家？你昨天晚上喝醉了。哦。我是不是对你做了什小慧，如果我要对你做了什么，我一定要负责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等你彻底把孟欣忘了之后。Thank you.
舅舅，是时候了，你可以来了。妈妈说，这是我们走了当天，元贞送来给我们贺喜的。哦。哟，这个一定很贵重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元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呢，得把这个东西给放好了。